由享誉国际受邀参演超过150场的 VR 特技跆拳表演团，带来结合跆拳、特技、武道的精彩演出，博得现场热烈掌声，也为比赛揭开序幕。台北市111年竹委杯全国跆拳道锦标赛11月13号在台北体育馆登场，吸引超过1500人次参加。除了安排国家级的表演团队，主办单位还特别准备水晶讲座，鼓励选手参与比赛。这次接了台北市的这个跆拳道的主任委员，那既然要做，就要把它做好，而且要想想我们国家在世界上能够拿得出来的运动项目也不多，当然跆拳道是其中之一。那这个东西必须从小开始扎根，一路培养上去。那我也跟着我们前董事长的脚步，在跆拳道这一块，我相信我们会一直不断持续的去把它推广，让它做到，不敢说要做到什么程度，但最起码大家用心去做，它就会好。它能够引起这么多人的回响，它一定是可以好好玩下去的东西。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，看看吧。九泰科技一定会很认真的把这个跆拳道的运动很认真的把它推广，希望大家的支持，继续支持。我们这次的参赛队伍以台北市的道馆的学生为主，那当然也有一些像桃园跟新北市的选手也有来一起参与。那我们这次办的比赛是一个比较基层推广性的运动一个比赛，那参加的人次大概有1500多人次。那大概是疫情之后台北市办的跆拳道活动最大型的一场活动，那也很感谢帅帅出来带领之下，今天的比赛都很圆满顺利。那今天还有表演队伍都是我们国家队的表演的专业团队，那也都是我们台北市的队伍，那主委啊跟顾问他们都也都长期在支持在照顾他们，那也很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。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是属于一个比较基层的推广性质的比赛，所以我们这次为了鼓励选手，我们有特别做了一个水晶的讲座，让每个选手他会有一个水晶的纪念讲座可以带回家。那因为一般比赛都是奖牌，那可是我们是一个很特别一个很漂亮一个水晶讲座，所以这次来报名的队伍非常的踊跃。台北市111年竹委杯全国跆拳道锦标赛协办单位九泰科技董事长，同时也是中华民国跆拳道委员会副理事长的沈慧成表示，未来也将举办更多的比赛，推广跆拳道运动。台湾的篮球现在发展的非常好，然后很多大的企业都把这个经费投下来。我想我们过去在 SBL 整个框架下，我们有一个天花板的上限，那各队也有默契，我们每年的经费大概就在3500万以内。那我们为了不阻碍球员未来的发展，还有这个现在整个行情也上来了，大家的薪资也提高，福利待遇也提高，那我们以我们做公益的立场，我想我们不应该在商业上做太多的投入，而且我们本业我们自己也要顾到。那我想一年3000多万的公益支出，对我们九泰社会福利基金会来讲也是我们可以承担得下来的。那过去8年我也担任过跆拳道委员会的副主委，那这次再重新再任副主委，主要也是我们张火炉主委他也在这边这个热情推动跆拳道。我想大家今天看到了，这个不是动员来的啊，篮球有很多是动员的啊，这个是完全都是小朋友来比赛，家长也来看，喜欢的人也来看。我相信我们陆陆续续会推出很多的比赛，那这个月在21号在花莲有个总统杯的跆拳道比赛，也是非常大型的，大概有上2000人会去参加啊，这是5天的比赛，也欢迎大家到花莲来。那我现在也常常在花莲，我可以在花莲等大家。
谢谢大家。随着疫情趋缓，各项体育运动赛事回温，透过举办大型比赛，不仅让不同年龄的跆拳道选手互相交流，提升运动风气，也鼓励全民参与支持跆拳道运动。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。